今天要出门了，要去一个能让自己充电的地方。对，然后穿了一身灰灰的，先是裤盖，裤盖，盖是男生。No no no， 盖是我要吃火锅，你是火锅底料。不管，出门了，耶！我太开心了，我此时此刻真的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给你们分享，我太开心了，因为你看，我的树上长了一只蜗牛，之前都没有的，太酷了吧！哇哦，虽然它就是有点黄啊，因为这个土还没到，但是有蜗牛就太牛了。然后还有一件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我收到了整套厨具，别的收起来了。对，太酷了，真不错。我已经到达我要到的地方，今天我要干嘛呢？见我来看展，看，我们现在看这个，我特别喜欢这幅画，就全是线条这样竖下来，而且这幅画的意境就，哎，就是很喜欢。然后这是它的歌词，它的歌词会有一个文件，可以扫一下就可以翻出来，就是它每写一个词都会配一幅这幅画。其实我写词的时候，我写词的时候也会这样子，我写词的时候，但是那个画在我的脑海里面没有画出来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小设备去做一下。我刚刚去扫了一下有几幅画的那个大概意思吧，然后就感觉很能懂这个画家，这个作者也是这个歌手内心的一些戏，感觉好浪漫，好感动，好深情，就是很温柔，但是却又很洒脱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，然后我现在也要自己去看，就我要自己慢慢的去看每一幅画都讲了什么，然后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些世界，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表达一些东西吧。然后我带你们参展就参到这儿，我自己去看了。